我发现最近直播的那个画质都特别差，你看你要不要看一眼？像那种雪花一样的雪花状，是不是？之前不这样，之前特别亮。我手机一直都这么差。一直都这么差。哦，快吃吧，我们来看，我们把这个小菜拿进去。哦，他一会儿会来拿一个大盘菜，等一等。行。今天很淑女吗？真的吗？嘿，老爱。等会儿我调整一个适合我直播的姿势，我很害怕那个掉到那个里面去了。我还是在那个跟上次跟老院还是同一个人来的同一个地方吃的同样一个套餐，但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对，不是同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会比较我刚直播吃完饭之后就去逛了那个商场，然后买了一个卸妆。我们开抖音，老院说大家对在我对面开抖音。我们去聊点什么？两位，谢谢。为什么我一带一个牌子老是有人问，所以我决定把它藏进去。谢谢。我在想就是包括什么带了一个带个牌子，然后总有人问，我就把它藏进去。地瓜吗哥？吃咋地？你吃了吧？还好你吃完饭了。没有，我就是想今天嘛，就一周只能播一次，所以我要给你们多播一会儿。怎么好模糊啊，雪花状的。姚明在啊，对，姚明在。真的很过分了，我跟你们讲了，真的很过分，我怎么也是个少女像啊。我跟姚明两个人是好哥们儿，然后我是，你哎，姚明有什么好哥们儿？我是张继科。是不是太模糊了？你们觉得？啊，对，吃播，你在宇宙一开始关注你的，感觉你很可爱，这个、谢谢。这个美颜功能也太恐怖了吧。是吗？你是在公演上注意到我的，还是在哪里注意到我的？因为我觉得公演屏幕看到我，还是在那个啥现场看，这太恐怖了，特别特别的模糊。老院，我家的猫很喜欢你，很过分了，我跟你们讲。啊，怎么感觉这模糊的，我鼻子都没了，我这么高的一鼻子。他们看得模糊吗？只能看到我的鼻孔。哦，它不热哎，这什么时候来的？妈妹，鼻子。我梦梦都能过了一年。这是烤肉的，你把你的手放上去，你手洗了没？我就想试试锅热不热。我刚才说了什么没有？好干，那我们这个菜一会儿。谢谢。现在很喜欢。原来你家的猫不喜欢老院，现在很喜欢。那你家的猫喜欢我吗？谢谢你家的猫喜欢我。你家的猫喜欢我吗？如果不喜欢，我要生气了。今天的量没有往天的多了。哎，对的，感觉好像是。没有人给我们烤。嗯，我来吧。我都震惊了。老院说他要烤肉。你能不能闭嘴？主要是现在他开的没啊？没开啊，我拿油热一下。没开就倒油啊？应该是吧。不，还是得开啊。这个锅开了没？但是锅开了，你没有油的话，你怎么知道它能开？没事，我倒点，没事。老艾，我进去看一下你的直播。我在看呢。没有，老艾说他想要
不不不不别别别别下那么多，因为那是肉。我好害怕老老样，不会然后把烤糊了。要冰沙两个。啊，谢谢你，谢谢。今天一整天都可以直播。哦、好凉啊！谢谢。今天一整天都可以直播。所以你们今天一整天都能看到我，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很幸福？是不是很？就是这里的光太差了，然后拍出来的人不太好看。这个冰沙枣庄买一个了，好大一个。对啊，还给了四个勺子。果然还有，应该没有了吧？看见啊，好凉啊！还有一扎饮料，还有一个冰沙。我私信看不见人，没有新的私信啊。没有新的私信啊。Oh my god！ 哦，弄到裤裤上，裤裤上。没有人给我发私信。是不是还没开啊？没有啊。要不要喊人家过来开一下？开了开了，热了。你发了呀？那我把网关掉看一下吧。还是没收到。还是没收到。百万问答下午玩过了，可能现在不能玩了。现在又有百万问答了。啊，又有了。嗯。你啥时候没直播可以播玩。怎么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吗？你这样说我有点害怕，是我说错了什么话，还是直播的时候做错了什么事吗？不，他们可能是因为生气你这顿饭不是请小燕吃的。基础的钱还没发，请不起。为什么我又不是韩式的那种抹酱啊？对啊。上次是抹酱的呀，我想吃那个辣辣的。放这吧。上一次吃的那个炸鸡，它是辣辣的。这是原味的。那能吃那种吗？辛甜的辛辣的。要香辣的。辛辣的是吗？谢谢谢谢。怎么模糊了？直播特别模糊，老燕儿。百万问答全是那个影视部的，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收不到你的私信。你们看，我要不要？哎，你们是不是看不见我呀？我要不要关了重开？把我的剪刀拿去。一次职责。如果是没有人帮我考吗？职责。啊。这好了就好。我们俩这个点来的，我们俩应该要不就早。我跟你们说，这个是3块钱一份，好便宜啊！我想让他们帮我们那个烤一下，好像旁边都有人烤。你不相信吧？
我的技术是不是？对，不够冰刷。不，何必为难自己呢？他连菜叶都给我们没用的。哎，你好。你看吧，没人理我，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理我。你好，这里有人烤肉吗？还是对，有吗？好，你稍等一下。好，你们放的这个吗？嗯，我们不知道怎么烤，所以就随便放的。我不打扰他在烤，你别着急。哦，你让别人来烤，全部吃掉。怎么你还要？你还是个人了。嗯，来哥，谢谢你哦。这个是我的吧？可以，你一会儿请我喝寒天安逸就行、是。嗯，来哥，你是不是要给小燕那个大饭团？不，不捏了，不捏了。你看大饭团，啊，烦死了！我又想起上一次那个套路小哥，那不是小哥，那是叔叔。年过半百的叔叔，小爱我喜欢你，谢谢。小燕露脸，想让小燕露个脸吗？小燕来不来露个脸？露脸就露脸，还要？你好，来。你两个把这个开到哪个小燕？啊。开一下。来。一会儿裹着肉。把你的那个。好，行。就这样，哎，今天我要吃冷面，我们一会儿今天君姑想直播，哎，君姑直播了没有？他想今天直播好了，我们锅都开了，没有人来。对，嗯，霍祖来了吗？他在哪儿啊？问他要不要吃点冰啊？进起来了。那个锡纸，锡纸有菜吗？越来越怕热了。对，见到了。那个锡纸里面有菜啊？有啊。想吃一口肉，还没好，那个肉还没好，但是它溅起来了，把我烫到了。真的没有人管我们两个吗？可能太热闹了。好悲哀呀。只能在这样怒吃冰沙。来，我给他拿。死了。人家有一个专门站在旁边给人烤肉的。对呀、啊，为什么我们没有？难道是因为我们长得不好看吗？所以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烤？因为长得太好看，他不好意思站在旁边为我们烤。肉还没开始，肉还没开始动呢，一点。但是这个排骨已经可以快吃到能吃了。不可能吧？那个芝士都没融化。那芝士因为我放在边边角角了，没有给它融化了。我好希望有个人给我们烤。依然没人来。心疼默默的摸摸自己的头。
哎 ，Hello， 现在是吃饭高峰期，对，但是别人旁边都有一个人在烤，就我们还没有，谢谢谢谢。你还没吃东西，小孩儿，小孩儿呢？你在说我吗？我在吃烤肉，就是上次，这是上次那个老刘请我们来吃的那一家烤肉。雷击粤语啊，雷猴啊，雷猴啊。对，老刘那天不是，是之前老刘请我们在这家吃过，但这家挺好吃的，所以我跟老院经常来发工资。是之前发工资就要来一次，发一次工资就要来一次。自己吗？跟老院。跟小院一起的。哎，对哈，我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冰，等会儿我那个肉就吃不下了。你看我，你那大胃王能跟我比吗？给我来个人给我烤吧。你们来给我烤吧。别的都吃了200多，我们这都吃了600多。对啊，别人都吃那种200多，而且人是差不多的，我们就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人。那可能多出来那个人就是你吧，孙小燕儿。就是多出来你才吃了600多。你的意思是我上那桌就600多？对。上次我们就是一整队嘛，然后老刘请我们吃饭，然后老刘那桌比我们这一桌可能少一个人吧，然后他们那桌吃了200多，我们吃了600多，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个人。谢谢。放哪儿？哎呀，起来。哇哦。对，终于有个东西能吃了。我是不是要下直播了？因为我觉得我吃饭还是吃饭吃相还是不是。哦，算了，我就快算了，我下直播吧。再见了，我就给你们播一小会儿。下直播了，拜拜。我要认真吃饭了。那桌还有个孙小燕，没了，拜拜。